因为连我都没有办法唱王全首，因为我不会客家话，蛮难的。对，好，那我们介绍一下自己的团员哈，这是我们的唱台语部分的哈，台语的主唱费吉利。大家好，我是班嘎伊亚里。好，另外一位主唱客家话的阿嘎子弟范佑范家，我是客语的主唱范家。另外还有我们的 DJ J Chan， 还有我们的乐手刘宝。虽然来自新北市，但是都在台北市工作。虽然我们那么多不一样的名字，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，叫做什么名字你知道吗？就是台湾人。所以这首歌你也名叫做台湾人。谢谢，今天表演到。